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没有黑长直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黑长直，我就拿一顶短发齐刘海尾成了这样的中分，真的是很不容易了。化妆开始，先用这个隐形毛孔的妆前乳，你们能看到这个妆前乳的效果吧？哇，我一秒柔焦耶！而且这个妆前乳它是肤色的，我以前用过那种隐形毛孔的妆前乳基本都是透明的，利用这种肤色的。大家分析一下人设啊，首先呢这个人设，哎呀我现在敷面膜说话有点限制，不要在意。首先是一个大眼睛，再一个第二呢眼影是带绿色的，就从远处看可以看到他眼睛是比较偏平缓，因为有一点点上扬的那种，上眼皮是前边宽后边窄，然后上眼尾和下眼尾都带点绿色。再说到刷子啊，这个刷子它脸部刷超级多，我感觉面部刷我好像用不到那么多。刷子里它最大的那一把扎脸，就别的就不扎，就那个最扎。首先呢先大面积打底，然后眼线画一个比较平缓的。我贴上睫毛之后，眼的棕色加深，擦这个上唇褶。贴的这个双眼皮它是免胶的，喷水变粘那种。然后这个绿色啊，刚开始我是用 Crocs 里边那个偏光绿，后来我发现这个偏光绿好像有点容易显脏，就换成了 TZ 蜂窝袍里边那个绿。深色的黑色的眼影晕染下眼尾，上下都戴上。眉毛呢是整体也是比较上扬的，前半部分眉头那一块块是棕色，后面都是黑色，然后再往后就被头发挡住了，就看不到嘛。然后我画的就和我想的不太一样，就把后半边遮住吧，直接用头发遮住最省事儿。为什么要出这个 R 卡的妆呢？因为我其实有 SSR 的，但是它是一只动物，就没法仿妆。眼线笔点一下这个痣啊，再用这种尖头的刷子。